继上个月男团 Super Junior 嚟港开 show， 琴日 SF9 嘅人气成员Rowoon都嚟到香港盛装出席首饰品牌活动啦，吸引咗一班 fans 早早就嚟到现场等候欧巴。Rowoon着上一身墨绿色嘅西装，配上品牌首饰闪亮登场 ，fans 随即就疯狂大叫欧巴沙冷气啊！而呢位身高192cm 嘅长腿欧巴，亦都即刻派心心回礼，认真 sweet 啊！Rowoon表示完全都冇估到有咁多香港嘅 fans 会嚟支持佢，令到一直喺韩国拍戏嘅佢都觉得好神奇同埋欣慰啊！啊，네，오랜만에홍콩왔는데이렇게많은팬분들께서반겨주셔가지고너무뿌듯하고요이번일정은조금바쁘고좀타이트해서오래못있었는데많은팬분들과더좋은시간오랫동안나누고싶습니다最近 Rowoon 除了忙于拍摄电视剧之外，亦都以忙内嘅身份出现咗综艺《大轮子的家四》，喺节目入边展现咗超反转嘅魅力啊！而提到要同两位大前辈成东日同埋金希元合作 ，Rowoon 都话觉得好荣幸啊！아일단은선배님들너무좋으셔서사실초반에는긴장을많이했는데점점풀어져가는제모습도너무신기했고요네약간끝나고도계속연락을드리고좋은관계좋은선배님들또연을맺은것같아서네기분이좋습니다大家记得上黄标煲剧平台收睇《大轮子的家四》入边Rowoon同埋两位前辈嘅精彩互动，而喺睇综艺嘅同时，亦都等我哋热切期待Rowoon再次嚟香港见 fans 啦。